大秦帝国第五部《铁血文明》第一章《出政飓风》。身为特使，亲见吕不韦惨烈死去的蒙武，说得很是痛心。君上出政，此举有失鲁莽。文信侯人望甚重，不期而死，老臣亦戚戚不胜悲切，况乎吕氏旧人？ 门客故人奋击生疑，以致窃葬，情可见也。人去则了矣。我王亲政已无障碍，若执意查究违法窃葬之罪，成欲抹欲黑。王当三思也。年轻的王管更是坦然相向。 臣原为文信侯属吏，本不当就此事谏言，然谋国为大，臣不得不言。目下秦国朝局半瘫，吏治未整，百事待举，突然纠缠文信侯丧葬之事，分明因小失大，臣以为不妥。说罢，垂手而立，一副听候处置的模样。嬴政脸色铁青。 终于一挥手，回车了。毕竟，就本心而论，嬴政没有赐死吕不韦之意，更无威逼吕不韦自裁之心。只是在得到山东名士贵胄流水般赶赴洛阳，策动吕不韦移国救相的密报时，嬴政有了一种直觉：必须对这个曾经的重负有所警示，也必须。 使吕不韦离开中原是非之地，否则他仍然可能对秦国新政生出无端骚扰，甚至酿出后患，亦未可知。基于此等思虑，嬴政才派出了与吕不韦世交笃厚的蒙武，下了那道有失厚道的王书，有意刻薄。 也是嬴政从少年时便认定，这个重负阔达厚实，很少能被人刺痛说动，不重重刺上几句，只怕他听罢也是淡淡一笑，浑不上心。及至蒙武兴业赶回禀报，也已悔之晚矣。嬴政这才觉得，自己显然低估了吕不韦在嫪毐事变中遭受的深深顿挫，更没有想到。 这个曾经的重负，会将自己的几句刻薄言辞看得如此之重。就实而论，以吕不韦的巨大声望，纵然迁徙到巴蜀之地，完全可能依旧宾客盈门。吕不韦若兼职无休止的传播《吕氏春秋》，嬴政纵然不能容忍，又能奈何？以战国之风。 这几乎是必然可能发生的未来情势。一个力图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推行新政的国王，岂能没有顾忌之心？若得全然没有顾忌，除非这个享有巨大声望，以致嬴政不能像处死嫪毐那样轻易问他死罪的曾经的重负死了。然则。 吕不韦心胸豁达，体魄厚实，岂能说死便死？吕不韦若是活得与曾祖父昭襄王一般年岁，嬴政的隐忧，极可能还要再持续二十余年。恰恰此时，吕不韦却自己去了，使嬴政的未来隐忧以及有可能面对的巨大麻烦，顿时烟消云散。 可谓想也不敢想的最好结局，这是天意吗？乍接吕不韦死讯，嬴政可谓百味俱生，如释重负，歉疚自责，空荡荡若有所失，沉甸甸忧思泛起，痛悔之心、追念之情，乱纷纷纠葛,葛心头，无以排解。吕不韦以死让道。 使他能够大刀阔斧的亲领国政吗？果真如此，因由何在？恍惚之间，嬴政心头电光火石般闪过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念头：莫非流言是实？吕不韦当真是我生父？不，不可能。 果真如此，母亲岂能那般匪夷所思的痛恨吕不韦，将狂悖的嫪毐抬出来，使吕不韦永远蒙羞？但无论如何，对他这个秦王而言，吕不韦之死这件事本身都是难以估价的一举。身为秦王，唯有厚葬吕不韦，方可心下稍安。若是没有山东奔丧者们的窃葬事件，在法度处置之后。 嬴政原本是要为曾经的重负举行最隆重的葬礼的，然则妾葬之报由重重一锤，嬴政顿时清醒了过来。事关国家，违法绝之。这是嬴政在近十年的虚亡之期锤炼出的信念，更是在与吕氏春秋周旋中选择的治国大道。 吕不韦既然长期执掌秦国大政，吕不韦便不是吕不韦个人，而是关联天下的秦国权力名号，是秦国无法抹去的一段极为重要的历史。对吕不韦丧葬的处置，也不是对寻常大臣的个人功过与葬礼规格的认定，而是关联秦国未来大局的国事政事。 若非如此，山东奔丧者们岂能如此上心？百年以来，秦国大臣贵胄客死山东者不可胜数，秦国每次都是依照法度处置，何以山东人士没有过任何异议？嬴政很熟悉国史，清楚的记得，当年秦昭王立的第一个太子，也就是嬴政的祖父孝文王嬴柱的哥哥。 出使魏国，吐血客死于大梁。随行副使不敢对尸身做任何处置，立即飞报咸阳。那时候，山东六国朝野非但没有咒骂秦国，反倒是一口声的赞颂秦国之法，明死因，消隐患，防冤杀，开葬礼之先河，当为天下仿效矣。这次。 吕不韦尸身搁置得几日？如何突然变成了不能容忍的罪孽？山东士商与六国官府是针对葬礼，还是秦国？若是庞个大臣客死洛阳而依法处置，山东诸侯会有如此大动静吗？其中奥秘不言自明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听任山东奔丧者们窃葬，秦国何以立足天下？ 尽管思绪纷激，连夜东出，嬴政终究还是忍下了这口气。面对蒙武与王管的拦路强谏，多年磨练出的冷静秉性，使嬴政心头立即闪出了第一个念头：两位都是敦诚大臣，不妨想想再说。回到函谷关幕府，蒙武、王管。 又是各自陈说背戏嬴政终于从愤激中真正摆脱出来。君臣三人记忆了整整一宿，决议大度地处置震动天下的窃葬事件。处置方略是：第一步，秦王对朝野颁行紧急王书，以文信侯猝死实出本王意外，抑制各方多生错解，情可见也为根基说辞。 承认对吕不韦的窃葬，申明对预谋各方不予追究。第二，蒙武再度为秦王特使，赶赴洛阳北邙山，以公侯大礼隆重祭奠吕不韦，并以秦国王室名义为被草草窃葬的吕不韦修建壮阔的文信侯陵园。此事如此告捷，我心亦安矣。 嬴政长吁了一声：“王有大度，宣泄人心，事端自平。”蒙武宽慰的笑了。余波一平，整肃国政，便可着手。王管也是精神大振。次日，君臣三人赶回咸阳，立即分头行事。三日之后，秦王王叔颁行秦国各郡县。 并同时知会山东六国，特使蒙武则率领着隆重的国葬仪仗车马，林林出了大咸阳，奔赴洛阳。诸事妥当，嬴政立即召来王翦、蒙恬、王管三位新朝干员，开始商议如何着手整肃吏治、理清国政的大计。然则，谁也没有想到的是，这次小朝会尚未结束，大咸阳。 变乱了，窃葬余波不仅没有完结，反而弥漫为举国乱象。特级王叔颁行之后，朝野议论不但没有体察秦王，反倒是传闻纷纷，流言丛生。一说秦王着意赐死文信侯，一说秦王威逼文信侯自裁。与此等流言相连。 秦王嬴政的种种劣迹暴行也在驴相驴乡野流传开来。最为神秘惊人的传闻是，太后原本是文信侯钟爱的歌妓，嫁给庄襄王行异人时已有身孕。目下秦王原本是文信侯亲子，子逼父死，天理不容。流言纷纭之时。 咸阳上商坊的六国商旅与游学名士同声相应，搭起了一座高大肃穆的灵棚，昼夜祭奠文信侯。老秦人感念吕不韦宽政缓刑，流水般麻衣哭林，在灵前虔诚匍匐。一时间，祭旅之风大起，咸阳城麻衣色道，哭声日夜不断，比国丧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正在小朝会之时，奉命大祭并督造吕不韦陵园的蒙武从洛阳赶回，忧心忡忡地禀报了洛阳事态。山东六国及一般诸侯，非但不体察秦国处置举措，反倒处处借机滋事。在蒙武以王使之身代秦王祭奠吕不韦时，山东人士也大举赶来攻祭，还要与蒙武争夺主祭。 不仅如此，山东人士又散布种种恶毒流言，蛊惑洛阳民众，以致三川郡人心浮动，已经有民众开始悄悄逃往三晋。更有甚者，洛阳老王城的周氏彝族与魏、韩两国通谋，声言三晋乃周氏宗亲诸侯，三川郡该当回归三晋。目下。 三川郡守业已对各方谋划探查清楚，深感洛阳有托秦之危，大为不安，特意敦请蒙武速回咸阳禀报秦王定夺。蒙武心绪沮丧之极，说到末了一声沉重的叹息：“老臣原主从宽处置，然则树欲静而风不止，老臣惭愧，无话可说矣。” 当初同样主张大度安抚，以尽早使国事进入正轨的长史王管，在旁边也是面色通红，一时默然无对。两位将军以为如何？嬴政没有发作，反倒笑了。王翦眉头锁成了一团。国人心乱，六国觊觎，此等局面。 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万不可造次处置。我等一代大局清楚，再定处置之策。等不起！蒙恬一拍案站了起来。此等乱象，得寸进尺，岂能容忍？说到底，全然是吕氏门客与在秦山东士商内外勾结，再加六国多方策应所致。我若静观等待，分明是示弱。 后果难以预料。足下之见，该当如何？老成厚重的王翦认真追了一句：“我尚未想好。”年轻的蒙恬一时语塞。蒙武瞪了儿子一眼，一拱手道：“老臣赞同王翦之见。”长史。 以为该当如何？嬴政轻轻扣着书案，王管沉吟着：“两说各有其理，臣一时无断。”也好，本王断之。嬴政拍案而起：“事有此变，天赐良机，国府善意在先，却得恶意回报。” 本王无愧于庶民，无愧于天下。善举不能了，自有法治了。荀子曾说：“人性之恶，必待施法而后正。”斯言大哉！愧然一叹。嬴政些许缓和。等是不能等。与此等卑劣猥琐之事做旷日持久纠缠，何事可为？ 徐德当下便断。王有良策，蒙武有些惊愕了。长史书令，嬴政双目炯炯，精神分外振作，对王管一挥手，清晰口授。其一，王翦将军率三万铁骑兼程进入三川郡，驻扎洛阳通往三晋之要道。 杜绝山东诸侯进出洛阳，着力护持三川郡守，依法查究叛秦罪犯，限期一月，务必结案。其二，咸阳令官署，将国中妓女始末、往祭之人以及诸般流言，旬日内备细查实，禀报廷尉府。其三，行人署，于旬日之内。 将在秦山东世商之诸般谋划举措及参与之人，一一查勘确凿，禀报廷尉府。第四，廷尉府会同执法六署，依据各方查勘报来的事实凭据，依法议处。略一喘息，嬴政轻轻问了一句：“如此四条，诸位可有异议？” 合乎法度，臣无异议。王翦、蒙恬、王管异口同声。老国尉以为不妥。老秦人罔祭吕不韦，也要查究治罪？蒙武皱起了眉头。国法不二出，老秦人违法，不当治罪。 老臣常闻，法不治众。老秦人受山东士商蛊惑，往寄文信侯，并传播流言，固然违法。然人数过千过万，且大多是茫然追随。若尽皆治罪，伤国人之心太甚也。老臣以为，此等无心违法之众，宣示训诫,诫可也，不宜生硬论法。 嬴政略一沉吟，淡淡笑道：“诸位谁可背得《商君书》？法家典籍，臣等不如君上经熟。”多才好学的蒙恬先应了一句：“也好。”我给老国位念几句。嬴政一摆手，大步转悠着，铿锵吟诵起来。 知者而后能知之，不可以为法；民不尽之。贤者而后能知之，不可以为法；民不尽贤。故圣人刑法，必使之明白意知。略一停顿，嬴政解说道：“商君士说，国府立法刑法，须得叫庶民百姓听得懂、看得明。今日，秦国有法在先，人人明白。” 若国府放纵违法言行，罚外不罚里，罚重不罚轻，百姓岂不糊涂？天下岂不糊涂？说罢，嬴政又铿锵念诵起来：“法网治乱，任善言多，言多国弱；任利言息，言息国强。正作民之所恶，民则守法；正作民之所乐。” 民则乱法，任民之所善，奸诡必多。仁者能仁于人，而不能使人仁；义者能爱于人，而不能使人爱。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。故杀人不为报，宽刑不为人。大秦帝国之铁血文明。 第一章，出政飓风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。下期我们再见。